这边够力哦，就是很够力。紧张，紧张啊！感觉呀、啊？啊 ，OK。看一下。出去也好，因为我们待的地方，我们待的地方很危险的、啊，讲真的，很危险。你讲我们住那边还是？我觉得啊，我觉得会危险。你说你怕山洪吧？啊？这么你讲危险呢？我怕 landslide 了。这两间都淹没了吗？是啊，没有啊，到屋顶啊。在看蒙着啊，等看啊，情况等啊，蒙着。给落进了怎么样？啊，蒙晒啊。如果系蒙啊，如果系蒙啊。你几时走出嚟嘅？边个？你要什么啊？我 friend 啊。几时走出啊？就系、是、我 call 嘅，讲、我嚟你房间瞓好啲哦，因为我房间死哦。点知啊？我佢嘅先入水先。你响边度？我系响我哋嘅嗰个厨房啊。我嘅系比较高啲嘅，比较高啲。你系高啲嘅，但系水房隔篱。我系好靠近河嘅。哦，嗰间，但系嗰间好似两间啊，两间啊嘛。冇事嘛，系嘛嗰间？啊？冇事嘛？冇事，但系佢水下低水细咗，因为我知道。啊，水冲到好紧要咯，睇开窗口睇出嚟啊。我嚟嘅时候冇咩注意。我哋有屋咗嗬，但我睇點解呢個水咁悶嘅？係啦，好似唔到半粒鐘喎，嗰個水上咗，我睇最水都有一尺半咁。係啦，我推到你啊，你就係入河咗啊！呢邊基本上全部都係水咗，呢邊周圍都河水咗，全部升到好高啊！尋日
我尋日啊。啊！呢度全部水咗啊嘛，你睇，你草全部都冧咯，佢話全黃泥啊嘛。連呢度都水得好嚴。呢度要小心啲，呢度邊境有河，呢度地下滑。我哋坐咁嘅車安全啦，唔驚啊！啲細車唔好跟啊！唔得，頭先嗰條路我行嘅，細車肯定行唔到啊！咁咪好彩係冇落水咗啊！尋日冇落水咗開始，因為有啲佢開始乾咗啊。係咯。有少少毛毛雨，我都驚。啊，毛毛雨我唔驚，因為佢唔會整到浸水咗嘅。驚起再開始漏雨啊！我嚇落大雨咧，我就會擔心。但係如果係落大雨落咗停，我唔驚啊。呢啲河係咁大。佢係氹氹轉包住我哋嘅地方啊，司令文啊，司令文啊，係其實係河邊全部包圍住啊，我一浸水我哋冇位走，冇得走啊。尋日我睇到水嘅時候，我講點解啦？唔係前日啦，我講點解啦？你個水又浸上嚟，前面好似又有水咁樣，我先至問佢哋。因為包住啊嘛，我唔知道。哦，我不嬲咁樣嚟嘅咧。